恩婷，是的，我无甲小英顾好。你是安怎大出大气，甲杨秀英带出国？我拢已经当作我什么拢唔知，让伊住伫恁家。我想讲，你会替我好好照顾伊。结果呢？这就是你让我看到的结果。泽凯交代让你照顾，泽凯无去啊。泽凯的囡仔交代让你照顾，还袂出事嘛，无去啊。丁浩宇，我跟你翁到底是亏欠你什么？你不要来替台湾。给我一个答案，一个答说服我的理由。现在谁人不是你？自从我跟杨秀英见过面了后，你得想尽办法，要把伊我身躯边带走。你煽动伊为便宜逃走，把伊偷偷藏在恁家，现在甚至想要把伊带出国。想要创啥？感觉这就是你的目的？你拢表面上尊重我尔呢？我是信任你，才把杨秀英交代给你。结果呢？我害死我家己的金叔，我真正是亲娘子搞不得，我看袂得刚才看见你这个人。我从来唔捌想过要反背安可阿哥恩婷，啊，不过我确实。犯着无多原谅的错误，我今仔日是来自行处分的。恩体变怎听话我，我拢接受。听话，你俩就讲，你接受听话，得当得到原谅。无可能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原谅你的。我知影，自从这开播跌了，我就无希望有原谅这两个字啊。啊，不过即摆小英巴肚内底囡仔也无啊，我就更加了解，我会继续活嘞，完全是为着要赎罪。对，我绝对无这么简单的帮你耍。我要你为即马开始，每一分每一秒看到我甲你安可，你拢会想着你亏欠我偌济。这才是你应该过的日子。即马杨秀英爸爸已经无限界的囡仔，跟我嘛不任何牵连啊。以后不准你阁插手于任何代志。啊！不过，伊爸是泽凯的未婚妻，完全家代唔管，想对不起泽凯啊！这就是你的听话啦！无敢讲，你阁要唔忙，我会同意，让你家己带出国。啊，阁有啦，未来的未来真重要。你绝对要想办法把这 BOT 案给到手。我尽我一切力量达成这目标，要让 Uncle 阿哥 NT 是无。你怎走啊？我不想看到你。你让丁浩宇的听话，敢袂伤过客气啊？伊算是害死两条人命呢，而且伊反背过一届，就有第二届、第三届。你阁爱把遐尼重要的 BOT 案交予伊，安尼敢袂伤过无遐？无交予伊，当交予啥？你敢有法度负责？哇！知影家己活着才了就好啊，做你该做的代志。
喂，公爵，我是 Ada。美登拄才出去啊，无，伊无讲去倒位。妈祖娘娘，我知影我做唔对啊。当年我实在无应该贪图荣华富贵，放生家己拄出世的囡仔去教育别人。我真正唔是一个心肝狼毒的妈妈，我只不过是少年未晓想。今仔日我的后生做开嘛已经离开我，我已经受到惩罚啦。我拜托你。一切就到这为止，好不好？我已经很后悔了，我请你原谅我。我也拜托你，保庇安琪可以平安无代志。伊是我唯一的囡仔，我求你，拜托你。感谢妈祖娘娘，我姓班姐的修为，会当保庇信庭建筑事务所业绩长虹，财运滚通，我靠中心飞黄腾达，顺水顺风。每一个案件都赚大钱，尤其是我之前的天井集团做总经理的时阵，会当跟艺人的担当中心重要，参加一个 BOT 的标案，马家。妈祖娘娘会当保庇啊，让这个案件顺利进行啊，让对方哦会当信守承诺，但要让信庭建筑事务所的钱一分拢不减。告诉讲对方啊，那是无愿意信守承诺，而且妈祖娘娘一定要替我主持公道，让伊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谢妈祖娘娘。不必啊！你敢无要再跋一遍？我昨天去跋过啊，应该不用。你拄仔毋是叫另外一件代志？啊，哦。两间拢笑杯啊！笑杯的表示，妈祖娘娘无要你答案。妈祖娘娘应该是想要跟你讲，你是不是当得到你该得的利益，就看你的表现啊。你该做的代志，是不是拢有做到够？跟对方无关系。假使讲你会当帮助对方，完全掌握这个标案，我想妈祖娘娘。应该帮助你，让你得到更多。多谢你的建议。妈祖娘娘，我还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，我要找一个查某囡仔叫张安琪。拜托你指点。假使讲，若有善男信女知影伊的消息来跟我讲，我嘛一定好好答谢伊。这位律师啊，我是有实在一个叫做张安琪的人啊。啊，不过这个人应该不是你要找的人呢。哦，这个张安琪哦，高心思够高怪啦，啊，歹心毒行。而且啊，伊做这么多歹代志，啊，今麦新闻拢在报诶，敢讲你无看到？新闻报诶，无一定是真实诶。无，我确定是真实诶，好不好？啊，若无，这警察是为虾米要甲你抓？无听到哦，伊讲真侪啊歹代志是无报出来呢。
你想哪只肯定？那是当然啦、啊，我对这张安琪是真了解呢。伊为着吼要达到目的吼，是不择手段啦。啊，甚至哦，伊阁利用家己的身体去诱拐十八人啊。达到目的了吼，人着背名啊，不背领人。哦，心肝有够恶毒的啦。我是要来找人，不是要听你论断人。我有目睭，张安琪是一个什么款的查某囡仔，我家己会通看。啊，阁有啦。像你这款得不到一个人，就想要把伊毁掉，这款查甫人我看太侪啊！当初你哦，我只是好心。我问你好心，要信无？我当给你信庭建筑事务所退出这个标案，让你一家人都给我。欧巴。